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宇都小厨房，我是 Violet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罪恶的 comfort food， 烤法式吐司佐 brie cheese。brie cheese 是法国一款历史非常悠久的白莓乳酪，浓郁奶香，带着微咸的滋味，不管甜咸料理都很适合搭配。今天与西堡带奶液烤到酥软的法式吐司，佐着果酱一起享用，不管是邪恶指数或是疗愈度都同时达到满分。准备工作很简单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动手操作。
忙了。